手扒鸡一只要多少钱？400、500还是600？还有炸物，通通能够吃到饱。当然啦、啊，饮料还可以无限续。最扯的是啊，它还有现烤的汤阿给啊、德国猪脚以及猪排啊，也可以让你无限加点。点一只鸡啊就回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莱恩。今天呢，我人来到的是芦洲区，要带大家去吃一间呢、啊、居酒屋的吃到饱。那除了串烧啊、炸物啊、热炒类呢，通通可以无限量吃。最夸张的是什么？还有汤阿给，然后跟德国猪脚以及猪排，通通可以让你点到饱、吃到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呢，这一间呢、啊，串烧居酒屋呢，究竟好不好吃，然后值不值得来呢？我们去看一下吧 ，Let's go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七个人来用餐啊，点了三只鸡，然后跟两颗的德国猪脚，然后啊，猪排啊，我们另外点了一份。那其他串烧类的东西啊，我们就各自在点单这样。这个呢是同时鸡，大家看一下，好，一个是鸡油，然后跟胡椒，德国猪脚。它的瓮窑鸡啊，有给两种手套啦，一个是隔热，然后一个是避免手脏。扒好了，哦，看起来很香哎。鸡肉啊，在扒的时候啊，其实流蛮多的肉汁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先吃吃看啊，就是没有沾鸡油，然后没有任何调味的时候的样子。什么都没沾啊，味道基本上是够，但是呢有点偏干，因为刚刚的位置啊是鸡胸，建议沾一点鸡油吃会比较好入口一点。德国猪脚还是蛮多汁的，然后上面这个皮啊是没有烤到脆的、啊、它旁边附的、啊、是蜂蜜芥末啦。那我们先什么都不沾吃吃看，吃起来算是好入口，但它上面的那个皮啊没有烤到脆啦，所以咬起来呢还是需要咀嚼啦。串烧第一盘啊，送上桌了。而野蛮人那间这样我觉得不错。人多的时候啊，真的可以这样分一盘一盘的，然后把料这样抓进去，超贴心的。那这些饮料啊，除了下面的啤酒啊是要收费的以外呢，其他全部啊都是喝到饱。这边呢、啊、有白饭啊，可以自己捞，也是吃到饱的。那你看啊，是没有人动过。这里啊还有飞镖机可以玩。炸脯肉吃看吧，就很好吃的这种炸猪肉啦。那它看起来有点像鸡米花，但是吃起来有点像鸡米花，只是是猪肉有肉感一点的鸡米花的感觉。吃看啊，这个骰子牛，这是脯肉，嗯，它的骰子牛啊还蛮多汁的、啊，然后咬起来啊，它的纤维啊也都有，但是呢它的调味啊有点太咸了，它的盐巴呢都沉淀在下面。这个呢是看起来像咸猪肉的山猪肉，吃吃看吧。嗯，肉质 OK， 但是啊它的调味有点偏咸啊。这个呢是烤鱿鱼，但它的鱿鱼真的蛮小只的。大鸡排，看一下，我们试试看吧。它的烤肉酱啊算是好吃，但是啊烤的鱿鱼啊有点干干的，但是啊整体风味啊算是 OK 啦。炸鸡排来看一下，吃吃看吧。那就让他们定了，有的他们就定了。它刚炸好，我觉得算是还可以，但是啊稍微放了一下之后呢，它应该会比较偏干了。猪排啊，看起来啊是烤的稍微比较干一点点。那我们沾啊这个蜂蜜芥末吃吃看。嗯，它的猪排啊吃起来就比较偏干一点点的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吃猪排，是真爱的话，你可以点。但如果不是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稍微略过一下。炸的花枝皮稍微脱掉了，吃吃看吧。吃起来的口感啊就是有点点脆脆然后软软的感觉，但是啊它那个里面有个味道啊感觉有点不像鱿鱼啊。虾子啊看一下，看起来呢外皮啊烤的算是还不错，试试看吧。它的虾呢吃起来啊没有到非常紧实啊，然后啊它的那个盐啊下得蛮重的，所以啊比较偏咸一点点，但吃起来是还可以啦。秋刀鱼，我们吃吃看吧。
我觉得 OK， 但是它要沾一点就是那种芥末椒盐啊，会好吃一点。这个呢是牛小排，看起来烤的还可以啦。那我们吃吃看啊，它好不好吃？尝一下。里面呢、啊、感觉是有汁的，但是啊稍微比较难咬一点点啊，但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来讲啊，算是 OK 啦。这个、啊、炸鸡块。看起来有点偏黑的感觉，它里面啊这个鸡肉啊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啊，但吃起来算是可以啦。这个呢是培根的马吉串，好，我们试试看吧。它的马吉有点甜甜的，然后加上那个椒盐呢，就是甜咸甜咸的感觉。味道吃起来是 OK， 但是呢，它中间的这个马吉实在太大颗了，吃下去比较容易有饱足感。这个呢是猪膝，吃看吧。它的猪膝啊，吃得出是半成品去加热的啦。那吃起来的口感啊，味道我觉得算是还 OK 啦。这个呢是炒水莲。本来就没有在咸吃到饱。我觉得它炒的味道啊，然后跟口感啊还 OK 啊，但是稍微比较偏咸一点点。它的鸡屁股啊，超小一颗的，很像是那种鹌鹑的屁股的感觉，超小的。油脂偏多，我觉得这个啊，可能挤点柠檬会好吃一点，但是它、啊、如果配椒盐的话呢？可能就会稍微比较腻一些啦。烤的香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妈真幸福。好，吃吃看吧。烤的味道 OK， 但是啊，它的酱汁啊是稍微比较重一点点呐、啊。不过啊，它算是一般外面我们常吃到串烧的味道。牛五花。没有必要吃。好，我们吃吃看吧。反正今天就那次，我是塞舌上那边，然后他们已经有点韧，然后不好咬。这个我不行。这个呢是烤金鱼，吃看吧，吃起来比较偏咸啊，那没有那种就是软嫩的感觉啦，这个我就觉得还好，可能我本身呢、啊、比较对于这种鱼啊就没有特别喜欢。来吃吃看，我刚刚有在家里，吃起来啊还可以，但是啊它炒的稍微油一点点啊。带骨的德式香肠，试试看吧。味道可以，但是啊是比较偏重的。这个要配点饮料啊，才不会那么腻。我们啊用餐两个小时的时间差不多也到了。那你看啊，现在啊是除了我们以外呢，没有其他主客人。那这边呢如果没有吃完的话呢，是按照上面的价格呢打包带走哈。今天我们点了总共73样，然后单点的金额是9303啊，那我们一个人呢、啊、用餐券呢是599元。